天也来了很多的家人和好朋友，来欢迎他们。我们范范又有新的歌曲了，我们欢迎范世琦回到好流街。嗨，好好听啊，这首歌曲叫落在海平面的微光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听。好的呢，请各位就位了，真自觉嘿。哇，看范范那大长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拉了筋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，音乐起。你要我有全都有啊，嘿嘿，全都有啊。都是谁呀、啊？都是谁呀、啊？我错了，你怎么玩成另外一个游戏了？这有四个，有四个。啊！哎哎，他第一个就没了。好，结束。我没看错的话，是李雪琴、蔡文静、杨迪和赵露思。对对，他俩穿的衣服画色差不多。这不怪我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五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五，第一个字儿。范琦，范谁呀？范世琦为什么要看老秦干嘛？中秋我们要吃什么？99朵玫瑰花。中秋，我跟你聊什么呀？范世琦，请到三号位。哎呀呀呀！好，来吧，三号朋友们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自从进入这个环节，范范就是换了一个人，都没说过话。他真的，他一直非常的安静。我想问一下，落在海平面的微光还在吗？可能马上就落在海平面了。准备啊，范范，三、二、一。你们都很会演戏呀、啊！没错、啊，你看他们。要不你们也去拍戏吧？我先擦擦我的汗。先擦擦汗是不是？哦，他这全都行。换一只手，哥，你那个手戴了手环。他叫力保右手。咱们直接猛的一下伸过去。范世琦，你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啊，行，这个有点东西，这有点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怎么形容？一个他说是软的，他说是滑的，你说是细长，细长，细长。来，稍微的浅浅分析一下哈，老秦，你觉得后面谁跟你不一样？我没摸着啥玩意儿，这回说实话。那雪琪，你分析呢？我觉得那个热的不咋对吧？是吧？温度对，温度的感觉咋能热呢？没形容它是热的啊！我也你形容了，你说热的吗？心里的一种恐惧。然后我们害怕心都是凉的，你心热的，我感觉对。好，玛丽觉得呢？六号选手，因为我们都是凉的，他自己是热的，但是老秦刚刚说，他说他的箱子也是热的。就刚伸进去的时候，你没有感觉到一股热热的热流，是我还因为里边没空调，有点，就刚伸进去的时候有点热，还真是有点，那可能太害怕了，没感受到，没感受到这个热度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。我觉得六号好像说的有道理啊，对，那谁说的没道理？头一个出去，我怀疑。投我！三号选手。
三号选手，他好像有一点说是感觉抓住，可是我刚刚的感觉很难抓住，不太像。手大不行。延琦呢？我觉得这个细长有问题。好，来准备，闭眼投票，来准备，来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现在3号3票，6号2票，1号1票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三号细长的范范出局，游戏继续。继续。还要摸。好。我这个确实跟范范那个是一样的。细条的，因为我给搂住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刚才他没有发现，因为你刚才被淘汰，说游戏继续，就说明你是好身份。不好意思，第一把我是这样摸的，我感觉它不应该是长条的。那这一把我这样摸的，但是它长条了。哦，你是对的。他刚才已经被证明了他是好身份，哪需要你来肯定的。好，下面要上场的是范范范世奇，来加油，来加油，他稳定的，他很稳定稳定。哦，原地坐下了。哎，但是朋友们，他是稳的耶。对，这肯定可以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哎哎哎哎，好，这给他，给他，可以，可以，一个弹珠，一颗，第二颗，第二颗，哎呀，加油，哎呦，哎，这什么呢？什么？要走到终点了，哥，聪明哎，马上走到终点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更远了，他又搓回来了，电子有自己的想法，哥，退回去了，电子说不是我的地方，我不待。对啊，稳住，好，稳住，很稳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、哦，漂亮！啊、哦，漂亮！好，两块拿到两颗弹珠了。前面那个相对干一点，有机会。这个位置导演组小心点啊！这个跳过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水了，哥。加水，加水，来。这个不要了，这块不要了，对，这块不要了，来。现在已经拿到两颗弹珠，加油！好，现在已经三颗了。他已经掌握了很轻的，但他的水真的很多哎，到现在为止。对，他水多。哦哦，厉害厉害！哦哦，厉害厉害！四个哎，而且有水，来来来来来。挑战成功了，辛辛苦苦护了一路，刚刚起码有1500毫升，真的，一地的水，全洒了，就剩那么点了。没事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是都是你自己弄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是家里没有余粮啊，真是好小心，一滴都不想漏到外边。对，扣扣扣扣。哎呀，他就这样了，还有300毫升，三百毫升，三个弹珠，好，哎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